好，观众朋友们好。昨天夜间北方很多地方都出现了降雨，今天是才十二点而已，夜晚才刚刚开始。飞车飞车飞车，我操他妈太帅了。我从出生就是一个自闭小孩，容易被别人一句话给轻易伤害，所以我在唱台上不断的摆弄我的肢体，为了阻挡光线和我眼神里的荒诞。独自在电影院里观看一部杰作，我躲在我的心底燃烧梦醒，生活在被劫火。闪光灯和相机面前对爷爷的照片，把人生中的脆弱通过各自演说，无法去争辩这是错的或者是对的，是 real 或者 fake。 妈妈，我只是累了，我罪恶在感情上面怀有一丝愧色。如果我们抛开心脏，你们会说这就对了。我把它放在博物馆里展览，看着一团熙攘的人群在举荐会，会有人在鼓掌，有人哭，掩护一下，掩护一下，站住一下，站住一下，给我擦干我的泪痕。有了。哎，他在红梯，出门了，在红梯，左边左边 ，nice， 红、哦。小孙，哎，这种雪茄，雪茄，雪茄，雪茄进了，踩鼓，昂聘，五二八，往上吧。